有机会再度跟李博士见面啊！首先的话，祝贺李博士生日快乐！11月22号了，我们老师的生日了，所以的话，我一直在想送给老师什么礼物好呢？送花好像讲解在旁边的话，他也是觉得哎，好像男生送花不太恰当，所以后来我觉得哎，送一个 Logitech 的 video 好了给李博士，因为李博士这个。 说在话的，这个那么多年下来，这个都是我们认识的快30年了，然后每一年到11月份的时候都很高兴跟李博士在一起。有的时候在洛杉矶我们也庆过生日，我也到李博士的 Connecticut 家里面庆祝过。首先呢，祝贺李博士生日快乐！谢谢，谢谢你，朋友，非常高兴又看到你身体健康，事业成功。 非常好，今天其实我们本来很忙，但是你的invitation 太重要了，讨论的几样事情、几个案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谈谈这几个案件，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首先的话，我觉得话，李博士在过去这个60多年的刑事监学方面的话，非常有经验，在处理了9000多宗命案，也看到生生死死很多。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一个议题，往往就是我们华人社区很智慧的，就是精神状态。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又是在这几天我们看到的话，很。 tragic 的一个案件，就发生在 New Jersey， 一位来自台湾的周姓女子，然后她这个被警察逮捕起诉的话，亲手杀害了她的7岁大的女儿，还有10个月大的小孩子，亲生父母，尤其是妈妈，怎么可能会将自己亲生的小孩子杀死呢？我想请李博士来解读一下这个案件，为什么话这种。 亲属之间的话，为什么妈妈会那么狠心杀害自己的小孩子？是什么原因？犯罪动机是什么？手段又是怎么样子呢？从古到今，这种案件，每年都不断的有发生。尤其，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在亚洲，中国啦、台湾啦、香港啦这些国家，在美国通常是圣诞节啦、感恩节的时候，也常常发生。这种原因呢，大概有4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 depression， 过节的时候，很多人们，心理压力太大，尤其。 最近多年来，这个 commercialize 这些 festivity 过节都要送礼，都要一年比一年的礼要大一点。这种压力，第二种是生活的压力，很多的时候好像收入不够，家用或者失业了。 所以这个生活贫困的时候，压力大了，所以心理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第三种呢，就是家庭变故，或者先生跟别人好啦，或者丈夫走啦，或者去世啦，或者家里父母亲。 或者有一些变故，所以这个家庭的变故也是一个 contribute reason。第四种就是这个社会的压力，这21世纪来了以后，这个整个的 social economic issue， 这个 ethic。 跟 moral issue， 这个 political 跟这个 environment issue， 很多的这些使人觉得整个 closing 整个透不过气来了。再加上新冠疫情，所以整个的pressure 跟就影响到他的心理，影响到了他心理的时候，就是走投无路了。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就想到自杀。嗯，他不愿意给孩子留在世界上受苦，所以常常以前你大概都有听到过，在香港啦，在台湾啦，都有说这个烧炭，全家在一起 carbon monoxide 一起走了，有些呢就带着孩子跳到水里、河里、海里，有些呢当然就是 suffocation 就给孩子闷死，然后自己等到自己要自杀的时候 lost courage， 嗯，就是想自杀没有勇气了。所以这个案件并不是说他杀了两个小孩，而是要调查他的生活背景，最近他的 email 啊，有没有跟电话跟朋友，或者他的家庭的 structure 是怎么样啊，有没有先生，既然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一岁多，那这两个孩子是谁的？嗯哼，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到先生出来讲一句话？所以是先生去世了，还是先生另结新欢了？所以这些就是 contributing factor， 这个 contributing factor 就影响到这个他的心理，影响到心理的时候，走投无路，没有工作，家里又没有收入，要养两个孩子，社会的压力，那只有说一死了之了。嗯，那所以这个 commit suicide 其实在美国每年有大概47000，去年的 figure 47511个人，4万多人，4万多人就会因为这自杀选择自杀的。占死亡率里边的话，好像凶杀案所有东西的话，这个自杀率的话，在死亡案件里面比例高不高？高，非常高，比凶杀案多。凶杀案大概在美国每年18000件。这个自杀的案件，自杀的案件当然又分成很多种，一种 intentional 自杀，一种 accidentally 自杀。嗯，有一些是好像毒品过多，通常自杀3类的人最多，通常男人比女人多，老人比年轻人多，通常到了65岁之后的开始这个自杀率会这个 population ratio 就会高一点，因为很多老人，他的终身伴侣走了，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他就会结束生命。另外有 homicide suicide， 这个你刚才讲那个案件就是 homicide suicide attempt 没有成功，就变成凶杀案。有很多就是太太重病啊，几年了 ，suffer 很多，好像 cancer 啊，或者半身不遂了，这先生就这个 mercy killing 就杀了太太，不要让她再受苦了，然后自己自杀。有些呢，中年人自杀通常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啦，通常是因为生计、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很不幸的就是美国最近几年来年轻人自杀很多，这个 teenager 或者 college student， 那个都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有些因为感情，有些因为家庭的教育pressure peer pressure，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美国的10大死亡原因之一就是都有。Dr. Lee， 刚才你提到的话，那种 accidental suicide， 这种的话 accidental 意外的自杀的话，是你说是 OD 也是属于这种就是吸毒过度这种的话，也是它可能是无意图伤害，但是往往的话，因为现在最流行在美国也是致命力最大的就是芬太尼了，fentanyl 这部分你 opioid， OK， 这个 synthetic opioid。这些这是 contributing overdose 最多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到底是他自杀呢，还是 overdose 也讲不清楚。因为最近我可能也要请你帮忙了，就是这个 UC San Diego 有一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在8楼里边礼拜5的时候参加 party 摔下去了。这个案件里边的话，从你的分析的话，就在这种情形，一个年轻人刚才讲的话，是不是 OD 死掉、意外死刑，或者死了，或者是自己跳楼，或者是别人推下去？一般的话，在刑侦的角度，你们在刑侦它是在哪个角度开始？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好像警察收到报案，一个小伙子在8楼下来了，正常的警察审理处理程序是怎么处理的？通常，我们从6个方面去调查一个死亡的案件。当然这个死亡案件通常死因的 manner of death 跟 cause of death 是2回事情，常常很多的报道错误了。manner of death 只有5种，一个是凶杀，一个是自杀，一个是 accidental， 一个是 natural 自然死亡，一个是 unknown 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好像最近那个就是 Florida 的一个女孩子跟她的Florida 一个男孩子跟一个Long Island 女孩子去度蜜月，结果女孩子失踪那个。对。到现在她怎么死的？其实法医已经说是 homicide， 但是 cause of death 跟 manner of death 不同。cause of death通常 common 就是普通的 cause of death 就有18种，在美国最多的就是干响，死的最多的是枪支，然后有刀伤啦、钝器伤啦、有毒品啦，这个 fall 就是跌倒，fall 也是一个cause of the death。 其实 fall 这个很多人也不了解，在美国也是很多的案件，大概1年18000件，这个人从掉下来，有的从楼梯，有的从屋顶，有的从阳台，有各种 fall， 还有很多就是玩这个 bungee cord 啊，或者diving 啊，也叫 fall。 这个老年人最多的死亡呢，就在家里从楼梯或者浴缸跌倒，这种 fall。 你刚才讲那个案件，它是从8楼窗口，对，这个掉下来也是 fall。 所以我们知道 cause of death is fall， 跌倒，从上面高地掉下来。但是 manner of death 还是不清楚。嗯，他是自己跳下来的呢，那就是自杀。他假如是被人家从窗口丢下去的，那就是凶手。他假如说警察追他，他从窗口想逃，脚不稳，或者喝了酒，就是 accidental death。当然，我们可以 rule out， 不是 natural， 不是自然死亡，好像心脏病啦，这个这个脑充血啦 ，cancer， 这都是 natural cause。这个 natural 死亡，所以他这个案件，他据报纸的报道了，说参加一个 party， 警察到现场，因为有人 complain noise， 所以警察在他死之前已经到了现场，对，不是死后才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division， 警察已经到了，而且到了他的房间。警察说看到他跑到厕所，所以警察已经 visual 看到他到厕所。所以现在的要问的问题，警察在哪里看到？是一进门看到，还是跟着到厕所看到？对，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厕所的窗户有多大？窗户外边有没有凉台、栏杆？所以，假如说他以为警察要逮捕他，逮捕他的时候，他想逃，误会了，逃到洗澡间里。假如警察跟着进去的时候，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爬窗子。爬窗子的时候，我们就要看那窗户是开着吗？假如窗户不是开着，那这个案件就有可疑了。假如窗户外边有 bar， 因为有很多的好像 Las Vegas 的 hotel 啊，很多地方你窗户打不开的。对，那个它怎么会掉出去的？所以这些都是要调查的。现场我们看，然后就在窗户上看有没有他的指纹啊，有没有他的毛发啊，然后他身上的灰尘，因为窗户8楼外边有没有油漆，有没有灰尘啊，所以这些就是物证。然后人证，除了进到他房间的警察说看到他进洗澡间的，有没有其他的同学看到跟他在一起 party 的？另外呢，就是要 toxicology， 他有没有吸毒，有没有酒精，酒精的成分是多少？再就是要看这个数据库，他有没有overdose， 它里边的 level， 它的酒精有没有超过 limit， 是 0.001 啊，还是 0.02 啦，这个很大的区别了。另外呢，就是窗户外边有没有站脚的地方 ，ledge 有没有 ledge， 嗯，他的鞋子有没有损害？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侦查方面重要的clue 线索，所以要等这些线索摸清楚之后才能，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像你这么好的 lawyer 去 represent 他，才能调查清楚。Dr. Lee， 很多时候家属他们觉得这个要不要有没有这必要自己请 private autopsy 私人的尸检来做这个独立的调查。你跟 Dr. Michael Barden 呢，这个世界有名的所有的这些 work together 在尸检这方面，美国的medical examiner 的报告可信不可信？有没有必要？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家庭呢很很觉得，哎，我不太相信这个医生这部分的这个尸检。如果我现在就将小孩子的遗体火化掉，那将来会不会有证据？我们会没有这个方面的证据。从这类案件，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子美国尸检的这种方法？这种的话有没有必要自己花钱做尸检呢？私人的尸检呢 ？OK， 有三种的情况，需要私人的second autopsy。第一个，假如说这个 official autopsy 家属不买。觉得错误，好像这个案件的话，假如说他窗户我们看了以后觉得不可能自己跳出去，那就是被人家丢出去，那就变成凶杀。假如说法医说这是自杀，那也许需要第二个 autopsy 看看他，因为这个自杀跳楼自杀的时候，通常这个 extremity 有这个这些骨头啊，身上的脊椎骨啊，这些 compression 会产生一些 fracture。但是，假如他是被人家打伤了，那就好像身上应该有一些解释不了的瘀伤或者伤痕，或者在室内已经发现有血迹，在他的房间已经有了血迹，或者洗澡间，这些就证明他已经先受伤了。假如法医make a determination that's a suicide, of course, 这个家属有权 ask for a second autopsy. 第二种呢，这种 second autopsy 就是involve 这个，假如是 excessive force 或者没有 excessive force， 常常有这个区别。所以 cause of manner of death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event related to the death， 所以家属有的时候需要一个 second autopsy。 第三种呢，就是有很多的 county 很多 remote 的地方呢，它没有法医，有一些就是 corner system， 他们就决定了是 manner of cause of death by just viewing， 看一看尸体，所以家属也许认为这个太过草率，所以要求 second autopsy。 second autopsy 通常这个 medical examiner board certified 的不会发生很多的错误的，通常他都有这个记录，都有 photograph。然后这个 laboratory 的result 都要 certify， 所以只要 review 这个 autopsy， 并不一定要再二次重新autopsy。当然，李博士刚才也介绍了很多在美国常常见到的自杀案件，其中很多的话，他会用这个各种武器。用枪自杀、上吊自杀这种的话，在美国里边常见的，一般好像4万多人的话，他是用枪自杀的案子多吗？多，大概都要到60%-70%以上，都是用枪。嗯，有一种情形的话，很多人不太这个在电视上可能看到，但是警察培训的时候，往往会叫所有的警察的说，这个叫做 suicide by cop。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子这种的话是这种的话，为什么警察开枪的时候，我们在告警察的时候，他往往会用这种的话，他是有这个 suicide by cop 这种的话，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子美国这种的话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情形，有很多的时候，好像这个死者他心理有问题，另外一种就是生活逼迫、家庭纠纷，另外一种呢就是他的神经的问题，所以他常常就是。家暴或者跟太太吵架，太太报案，警察就去了，这个死者他就 dare the police， 就是向警察挑战。假如一般只是用拳头挑战没有什么问题，他假如说拿了把刀，我们好多个案件就是拿了个菜刀。或者武士刀向这个太太进攻，或者向警察进攻。另外还有的就是拿着枪，他就是 dare you， 就是要叫警察先开枪。他这样打死了就有保险，家属可以拿保险。假如他是自己打死了，很多 policy。是不付保险费的哦，所以他这个不，那你警察作为一个警察，你必须在几秒钟之内要做出决定，要不要开枪，究竟是他引你的。那警察训练的时候怎么来训练能够判断的话，在几秒钟之内判断这个是引你来。通常说，这个人假如拿了把菜刀，你跟他的距离是多远？他假如拿个武士刀。你的距离是多远？他假如拿把枪，你要怎么办？通常，假如说他不开枪打你，只是拿把枪举着，你通常应该打 non-fatal 的地方，就是打他受伤，不一定要致命。假如他已经先开枪了。那个就不叫 suicide by cop， 这个警察就是 self defense 了，对，所以很多的你要 judge the situation 当然是很困难的，尤其在一个很多的场合呢，我们发现尤其年轻的警察，到了现场很多人围观。老百姓在看，然后这个人向警察挑战 ，I dare you。所以警察年轻的警察枪一掏出来你就很难放回去，所以有的时候就开枪了，当然就产生了 tragedy。本来老百姓是同情警察的，等了警察开枪杀了人，这个整个的 community 的 sentiment 就是对同情被害人了，所以这个 dynamic 是个很困难的一个 decision， 所以常常我们就跟这个年轻的员警上课的时候就是。你的一生也许就是这个那个 moment，你尽量能够化解 the crisis， 不是 create moral crisis。对，那 Dr. Lee 的话，你刚才最开始的提到的话，往往很多人在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四种情况会发生啊、这种自杀，有这种想歪的这个理念的话，我们家人或者社区能够怎么样子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OK，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太大的问题，我只有尽我的力量答一下啊。可能答得不是很，完全很完善，其实呢，自杀的原因不止那四种，你看有10多种原因，研究犯罪学的，通常都知道这些原因，这个我刚才举的那4种是最大的原因，所以这个 pressure， 你就要看这个通常自杀有没有这个 indication， 有没有象征？怎么看呢？好像突然你的多年的老友，一直没有联络的，突然跟你联络了。啊，我很想念你啊，你帮了我很多忙啊，什么好像有个我们康州的州警的 commissioner 总监，跟我没有共过事，比我老那时候他就比我大大概40多岁，他那时候就是我才50多岁左右，他大概已经快70、80岁了，就是相差了30多年，所以我没有跟他共事过。但是呢，他一直就是常常夸奖我，说给这个州警带来新的气象，用科学证据啦什么。每次我们破一个案件，他就打个电话或者送个note， 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送封信什么。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跟我的秘书讲，要请我吃饭。我的秘书说他的 appointment book 的太多了，他说那没有时间吃晚饭，就吃个中饭。秘书说他通常 skip lunch 工作的，那他就说，请他出来喝个咖啡行不行？我秘书说这个 commissioner Fusner 一直在天天打，怎么办 ？Dr. Lee， 我们怎么办？我说你就跟他讲，叫他下个礼拜到我办公室15分钟。我们喝个咖啡，他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跟他，就是给这个其他的朋友们 move 开一点。那一天他来了，老人家搬了一个纸箱子，我不准其他的人帮忙，到了我的办公室，放在我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他说，他那时候退休的时候，那些未破的案件。他带回去了，本来以为退休之后可以研究破案，一直现在终于找到一个人能够给这些案件处理一下，他死了也会安心的。当时我就没有太 sensitive， 他为什么这样？过了2天，他开着车到他第一个分局，他第一个当警员的时候，那个分局给车停在后边，自己喷枪死了，因为他有癌症，很痛苦，用 morphine， 所以他自己结束生命。结束生命之前，他给这些案件送来给我，我后来很难过。里边悬案件打开了一个一个看看，里边根本没有一个公文夹里边两张纸写了几个字，不像我们现在的案件，每个 bonder 都有照片啊，有 diagram 啊，有 interview 记录啊，所以在一个人他想死的时候，他会安排后事，有的是会 check insurance 保险公司，有的会遗嘱，有的会打电话跟老朋友说再见。所以假如这个 surrounding 的他的人能够了解，就会跟他，也许跟他沟通。另外呢，当然因为生计生活困难，那就是一个我们的 society 这个国家就要有一个一个很多地方现在都有了一个 hotline suicide hotline， 你可以打电话，这个 suicide hotline 它是24小时，你可以跟他谈话，他有心理学家帮你。但是这个生活逼迫这种型的话，他一定要有个 social program， 能够说照顾这些失业的人啦，不能生活的人。所以这个要靠这个慈善人士啦、基金啦、国家的社保啦，这些通力的能够帮助。这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呢，那就要靠 health 这个医学的心理学家啦、医生啦，怎么去帮忙他？因为年老了都有病，有病不一定说一死了之，所以有很多，有美国有几个州还有 physician assistant suicide， 好像你们的隔壁州 Washington State， 你就可以在那边安乐死。所以这些呢是一个整个国家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 suicide 年轻人的 suicide 我觉得也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同学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孩子们 keep 他们 busy， 不要想到这个没有希望。老人我们怎么协助他？好像我找了一个 partner， 我的太太去世了，当时我也是很 depressed。我前妻，我们结婚了56年，她到最后5年的时候身体非常不好，但是很勇敢。breast cancer、lung cancer、colon cancer。一个 operation 接着一个，那5年我从早到晚陪着他。等他走了以后，我实在也那时候很 depressed。也谢谢你们很多朋友打电话，有些来看我，孩子们烧一只鸡来给我，这个不是解决的问题。但是 I was determined to walk out it。所以现在结婚了，我的太太已经3年了 ，Angel 你也认识的，对，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150多岁了，互相能够照顾，在精神上，在这个有 same wavelength， 就是我们都尽量都喜欢工作，他写作了，我工作了，我讲课了，我办案了，这些整天两个都很忙碌，而且互相有个人讨论讨论，照顾照顾，就是能够在 psychologically 这个 mentally physically 有一个伴侣。所以这些老人我常常说应该尽量给他们找一个伴侣，像我们结婚以后，台湾大陆其实美国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一样，年纪大了，现在找到个 partner，结婚了，就当然这个很重要，这个人是一个感情，这个合群，一定要有朋友，要有伴侣，所以在精神上有了支持，那你就不会想到自杀。对，所以这个我刚才讲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不是一件事情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好像这个 global warming 是一个很大的，假如你不处理，这个整个的地球会毁灭的。当然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未来的 generation 的 generation， 这个自杀的每年都在逐年增加，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些案件会越来越多？就跟这个 pandemic COVID 是个 virus， 这自杀为什么？是不是也是个 viral effect？ 还是整个世界的天气变暖？整个世界的动乱影响到我们人的心理跟精神。所以很抱歉，我I'm not a criminologist 不过来说，我刚才李博士的自身说法来讲了哈，你跟 Angel 的故事，我也是，我觉得的话，很多人我觉得 do motivate， 尤其是很多老人家啊，这个到了晚年非常孤独，所以怎么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这很重要。有的时候几通电话，因为就像李博士刚才讲那个警政厅的厅长这样子，后来吞枪自杀，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自己也是接触的很多，因为往往的话，我们认识的好几个朋友，哎，到头来了，哎，走之前打个电话来道别了。对，来道别了。我那时候觉得奇怪了，以后后来我们再去想办法来跟他谈的时候，这个我们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梁警官的话，也是做警察出身的，这艾莉每一次李博士来啊，这个艾莉都帮忙啊接送啊，还有这个我们一起去中国啊，梁警官也陪同，所以他就是因为也是有 depression 的问题啊，到了晚期之后的话，所以很多身边的话，往往不要看他表面很坚强，但是其实。就像李博士所讲的，需要有人的关爱，有人的伴侣很重要。子女当然工作很忙，应该关爱一下父母亲。对，每个礼拜去看看父亲母亲。这个朋友虽然不能说天天去一起吃饭啦，外游啦、出游啦，但是偶尔。也要关心一下，打个电话，谈谈，最好的就是老人家不要再孤独，老人家要走出去，对，走出去就是尽量能够给心情放开，找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大家能谈谈呢，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很重要的年轻人。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老年人我们总要走的。那年轻人本来还有一个 career， 才十几岁，就失去了生命。你想想，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感觉？他的同学什么感觉？对，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要尽量的关怀他们。尽量的，所以我现在大概每个礼拜都跟这些中学生去讲讲课啊，讨论讨论人生啊，希望给他们引导到一个正途，不要吸毒，不要酗酒，不要参加这个不良的组织啦，或者 pick up 不良的嗜好，这些也是我们我常常跟很多年纪大的人，你既然退休了有时间，为什么不跟 share your experience， 去帮帮这些年轻人，跟他们在一起也是很快活的，所以这个学生跟我在一起都非常快活。对啊，每一次我跟你从你这边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跟我们大家 share 你的 experience， 因为这是非常难得啊，也谢谢李博士的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啊，有空抽空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我也希望的话大家有所启发，最重要的话关爱自己身边的朋友，然后多点温暖，这样子的话避免这样的悲剧会在我们社会发生。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我们下集再会。谢谢你 Dr. Lee。还有谢谢幕后新编的Angel， 他在新编吗？他已经还在这边吗？去工作了，去工作了。现在 Angel 的话，他已经在不单只照顾好李博士，他跟李博士这个蒋小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啊，他这个是位扬州才女，不单只可以烧得一手的扬州好菜，还有的话他。在李博士身边，在帮李博士整理李博士身边的故事。我们期待的话，下一本这个新作能够再度出版啊，也祝贺李博士生日快乐！希望的话能够继续年轻，继续替我们这个华人争光。谢谢李博士，谢谢 ，Thank you， 谢谢，拜拜，拜拜。